我先来说它所需要的材料哈，一个是虾饼，所以它当然有新鲜的虾，是啊，新鲜的虾，这虾是虾仁是新鲜的，我要把它背部划一刀，背部划一刀，除了抽长柠之外呢，也比较容易熟，而且体积看起来比较大，你要划开，然后长柠就顺便抽掉，这好像就没有很干净，没有长柠，要擦干水分哦，擦干水分的话，你看，好，我这样背部划一刀，哎，好，背部划开，哎，有长柠的话，就这样顺手这样抽掉，哇，沙肠，这还算很干净的，好，我们把它抽掉，我先放在旁边。其他我已经剥好了，因为我今天模型刚刚好可以十二只的虾仁哈，所以我取十二只就好了。OK， 好，那我这样子把长柠拿掉，我这边刚好有个纸张。好，我腌一点点盐，让它有点味道，不要太咸。好，挡多羊一点就好了哈，拿一点白胡椒粉。好，盐跟一点白胡椒粉。盐跟胡椒粉。白胡椒粉这样子哈，那我稍微拌一下，好这样的，好，这我已经擦干水分喽，虾仁擦干水分了哈，拌点盐跟胡椒粉，让它有一点咸度，啊，有点咸度，当然你要腌点酒也可以，但是腌了酒之后它又会潮湿，是淡淡哈，尽量让它干燥哈，好，这两样腌好之后来，我们还有什么调味料呢？我们的粉浆，粉浆，等一下我在煎的时候，我再调它的蘸酱。它的蘸酱就是越南的蘸酱哈，就是泰式的蘸酱，就是鱼露、辣椒、柠檬汁、蒜末，还有糖、水，这些就酸酸甜甜辣辣的哈。我现在看一下粉浆，那粉浆呢？你看我用的是再来米粉，今天的再来米粉是屏东农产的再来米粉。我发现最近好多好多的朋友。大家疯狂的啊，就风靡了那个屏东的啊，就是再来米粉呐、蓬莱米粉呐、糯米粉，有点像做粿、做点心。假日呢，就是做这些，因为太热了，你再做个三菜一汤、四菜一汤，满身大汗，但是做个一锅的粿的东西啊，或者汪粿，它也可以解决一餐啊。啊，做个那个啊，就是啊，顶粿粿、南瓜糕也很好吃，哈、啊。好，这是屏东农产的自然米，有半杯，是这个两杯半杯哈，我把它倒进来，好，半杯的这个粉末哈，然后这里头我要加点盐，因为这粉浆一起点呢，老师教你做点，不是做甜的哈，好，我这放点盐，这是犹他州美国犹他州的那个钻石盐哈，好，你也行，我也可以放一点胡椒粉。啊，不喜欢都没有关系，一点点，我觉得这样好吃。好，这里头放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椰奶，椰浆。哦，椰奶，椰浆。嗯，因为它属于东南亚的点心，我放了椰奶。如果你实在都没有，这样是比较道地啦，比较道地啦哈。这很好买，越南商店都有。对，很好买哈。好，这里头有一杯，这两杯一杯椰奶哈，好椰浆。好，我放了盐、胡椒、椰奶，然后呢，我放一点点姜黄，让它颜色更漂亮。你不放也没关系，但是大家知道姜黄是好东西哈，在咖喱里头，主要的材料就是姜黄，所以它会黄黄的。啊，当然它同时很多啦，小茴香籽啦、孜然啦，各种东西都有啊。但是呢，它有这孜然，这不是孜然啦，姜黄哈。它可以呢，就是我们就是预防阿兹海默，很好的东西。我放点姜黄，不要放太多，放太多的怪的味道哦哈。好，我姜黄把它拌匀，这就是粉浆，很简单的。好，我用的是再来米粉哦，不是面粉哦，我用的是再来米粉。好，稀稀的粉浆。好，然后我还有葱花，啊，葱花，啊，我今天为了，因为今天是公休嘛，市场公休，这个葱花是寻寻觅觅去找，终于被我找到了哈，但我怕，刚好家里葱花用光了，那我就要放在这里头来煮了，我就要加热，来，我让你们看一下我这个模型，是有一个芯片的模型哈，它因为它是不粘的哈。我是跟 Aneta， 就是
林嘉诚买的哈，因为他团购，我赶快就加一，赶快买了。大家同时呢，我今天的配方，今天的配方也是跟林嘉诚他提供的，他提供配方哈，也是阿米达提供配方。我现在加热喽，我现在加热哈，待会加热。那我在这里头要涂上了一层的油，沙油就可以了。每一个哈，我从这边开始过来。薄薄一层，好，这样才不会粘，才好脱模了，比较好脱模。这好玩，我那时候买主要是说，小朋友孙子要放暑假了，会来奶奶家度假，我可以煎给他们，可以来吃，让他们自己来亲子同乐，把人做一顺哈，他们很喜欢。那当然你也可以做甜的哦。有做甜，我可以做甜的哈，你也可以做甜的。哦、它导热很快耶，我火都小一点，我觉得导热很快耶哈。我的粉浆拌一拌之后，我来倒在这个煎水杯里头，我这样会比较好倒哈。来，你看我倒在这里头，看看，我就直接这样子倒哈。我从旁边好了，来，你看，然后我再倒会满就好了，因为我虾放进去的时候，它还会沉上来。是。像昨天我说，哇，这有点满了。有点满啊，好，这可以跟小朋友一起玩。不要太满，不然我虾粉放下去再会沉上来，会溢出来就对了。所以做这种东西要放料的话，其实都不能放太多，对不对？其实大概七分满应该就可以。七分满最好，不然它都会这样溢上来哈。超过八分就不行了。我现在是咸的。好，做甜的话你就加糖哈、那也可以放绿豆仁，是很道地，放绿豆仁是很道地的哈。现在就要放虾了吗？我稍微让它一下下，好，因为现在这方它都沉在海底的了，是稍微一下下了，我就可以来放了哈。来，是来好，开始放虾仁喽。已经腌的盐跟胡椒的虾仁哈，是，来我们就这样子。这样子之后呢，我还要再撒上葱花、等我等一下盖上盖子，让它慢慢的来煮它。是，因为呢，它必须要整个虾变红的，熟了，然后呢，它那个面糊黏固了就行了哈。是，好。看起来就很好看了，我们来看一下有黄有绿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虾仁等一下变红。把人家变红，这个可以跟小朋友一起来玩哈，会很开心。温度蛮高哦，它很快哦。好，来我放在那个虾的中间，你看那个空档的地方，然后放上了这个我们葱花。好，这谢谢那个阿美达哈林嘉诚提供的配方跟这个。容器、我们团购的哈、很可爱哦。这时候呢，我们要盖上锅盖喽，小小一点，让它虾完全变红、变熟了，然后呢，那个蛋那个面糊也黏固了，这样就行了。我等一下让你们看，我火还是调小一点，不要让它焦了哈。这看起来刚刚那样好美哦。那画面上很美哈、黄黄的很美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来，现在我这个空档呢。我来调那个我们的寿司，这个寿司也是万用酱啊，就是泰式料理的，就是冷春节呢，凉春节或沾那个月亮虾饼的酱汁哈。来，这里有鱼露，很重要，鱼露，鱼露是康美的灵魂，是个灵魂，它很咸哦，是很咸。然后我用同比例的冷开水，不能全部鱼露，冷开水，然后。三大匙柠檬汁，三大匙柠檬汁，它够酸才好吃哈。是。好，然后呢，就是我们的蒜末，好，一定要蒜末跟辣椒末。是。这才会到地哈。好，辣椒，大蒜、辣椒哈。还有呢，糖，哦，阿伯就点的哈。只要糖。糖还要蛮多的哈，我全部放好了，因为这调起来我可以配其他的东西。是你可以调多一点，把它装起来。来，我重复一度，因为我现在
藏糖搅拌的过程我从未吃哈，嗯，甚至有一路哈，我一路抄三大师，冷开水三大师哈，柠檬汁三大师，糖啊三大师啊，至少要四大师左右，还有呢大蒜啊，大蒜末跟辣椒末各一大匙到两大匙，将这些最基本的调料我全部把它拌匀，然后你 test 看看，万一太酸你可以再加糖啊，万一呢就是说太咸，因为一路太咸的话你也是可以再加的，可以再自己调配的哈。好，怎么感觉那边好像热气很大的感觉，很大是不是，嗯，小一点，嗯，小心烫，小心，小心，这可以摸的，哦，啊、下了电脑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哇，真的嘞，我用拿回来，这吧，调匀之后就可以好了。来，我们来这样来看看喽、哦，那个 Peggy 把镜头移过来，好，把镜头移过来，你看看，掀起你的盖头来，让我看看你的脸。耶、哇，看超美，是不是？是，颜色这都凝固了嘛，下次变红了，对不对？嗯，那、啊、你看看，我来看一下。哦，可以了耶。可以啊，那你看它。对，我看一下这个颜色。颜色还不错。有没有？看到了。看到吗？这个是。啊，那个焦焦的，这样子焦焦的了、嗯，你看，哇，好漂亮哦，酥酥脆脆的，酥脆脆的。这很简单，小朋友就会很喜欢。我下次要来把面糊加糖，好，然后变成甜的，变成甜点哈、嗯。啊，这里头，哎，这里头应该打一颗鸡蛋呢，为什么忘了打一颗鸡蛋？哦，在面糊里头要打一颗鸡蛋，啊，老是漏死掉了。我想到奇怪，我应该要打一颗鸡蛋哈，更香哈。好，那你可以变成鸡蛋的面糊。好，我今天用的是那个。哇，这样已经熟了嘞！你看，熟了，有没有？嗯，熟了。我整个人端上来就好了吧？我不用再移到小盘子了，对不对？不要了，不睡不？有漂亮，对不对？有。好，这个酱汁呢？这个、酱汁就是说你要吃的时候呢再沾，要吃的时候再沾它。是。然后呢，你看我要不要拿起来给你们看？刚刚这样子哈，嗯，你看这里看，看后面。背部那焦焦的，有看到，有看到，有没有看到？有焦出焦的哈，是很好吃。那吃的时候拿上，你再沾上这寿司吃，所以呢，完全不会粘连，很方便。是啊，对不起，我今天还要加一颗蛋才对，我忘了放一颗蛋，在面糊里头再加一颗蛋哦哈，再加一颗蛋，我再把它重新写一下哈，这样子看得很开心，已经。我们的 Peggy 已经照得很近了，对不对？嗯，都看得很清楚了哈。哦，对，亚龙问说，也可以拿车轮饼的模型来做。对，是啊，你家里有什么模型，只要是不粘的，你就反正车轮饼就变成、嗯、啊，它也不用啊，不用两个覆盖啊，就是变成了比较圆的，就是有点方眼的这样子。OK， 那吃起来更过瘾哈。对，你家里有那种看各种车轮饼的模型啊，或者是章鱼烧模型都可以做、嗯、那这个就是道地的就是越南的煎饼锅，很开心大家看到这个很可爱又简单的做法，嗯，献给我们就是现在在放暑假水深火热的父母们，母亲们每天为了孩子的三餐还有点心啊，煞费苦心哈，便便看这样哈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很简单，就到这里结束喽。嗯，那老师要跟各位说再见，拜拜哦。记得按赞、按分享，这很烫，我没办法端起来。我这样，请把镜头移进来，这样。好，来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哦。看一下哦，哈。来，再见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。